wrong. My own man, I won't let you out my sight. Then I'll no lie. Life could be so simple, taking the day away. Can't for some love.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看标题应该也知道了。今天呢是12月31号，非常难以言喻的2020就终于要在今天结束了。今天呢天气其实很冷，因为大家可能有看新闻就知道，我们一直在说除夕那一天会降到10度以下。现在的气温看到吗？现在的气温是大概11度。我跟你说，我自从搬来香港之后，我觉得我真的变得很怕冷，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10度左右，我觉得是很舒服，就是加个简单的外套我就 OK。现在你看我，这个是我在 Uniqlo 买的一个 Heattech 的毛毯，因为昨天晚上很冷，所以我就披着它，然后再加我的棉被上去。哇，我整个感觉我的身体在发热啊，你知道吗？虽然我说我变得很怕冷，但是我爱冬天的心还是没有改变的。那今天虽然是31号，但是还是一个工作日，所以我想快准备一下，然后就要开始工作了。但我在猜客户可能今天也不会真的上到全天班了。Ready to pop out, oh, no more crying. We are knocking out another year of new loves. Broken hearts and crazy, crazy rides. And when you hear in the countdown, goodbye, oh dear, thanks for being around. I feelThe next one is going to slay. And it's a minute to midnight. People smiling and embracing the air. OK， 我刚刚呢稍微 get ready 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我整个人长得很不一样呢。然后再过一下我等待了超过2个礼拜的一件家具，就终于要来了，就是我的电视。我已经期待这一天很久了，还好它是在31号送来，这样子我今天晚上就是可以，你知道，看电视跨年，呼，真的是迫不及待。耶、yeah, ！我的电视来了，先消毒一下。那我的电视来了，但是我还是要等师傅下午的时候再来帮我安装。电视对我来说是我这次搬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投资，但是呢，我很期待有这台电视之后，我可以在家里看电影啊，然后看 YouTube 啊，听音乐啊，总之就是其实在家的时间会更开心这样。我这次呢是在丰泽买的，比较之后我觉得在丰泽买，第一比较有保障，然后第二其实商场跟银行的那个折扣加一加，其实我觉得算是还可以接受啦，就是跟深水埗没有差到我想象中那么多，就是有保固的，有保证的，之后有发生什么事情比较好处理嘛。忽然觉得我的 adult 盒又往上再迈进了一步。Hey guys， 我现在要准备出门一趟，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OOTD。那今天呢，里面穿的是一件灰色的毛衣，然后黑色的宽裤，然后外套是 Uniqlo 的羽绒外套，买了一个浅绿色的帽子，是这个非常百搭的 Fila 黑色毛帽，然后还有一个小背包。那稍微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今天要出门好了，因为虽然我们现在都是 work from home， 但因为星期六
波尔是要在公司拍一条片，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是办公大楼，所以它是中央空调，就不是那种我想打开冷气就打开啊怎么样，它就是一打开就是整栋大楼都要打开，所以我要去申请星期六的中央空调。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算要出门的，但 Boris 你看我为了你的影片出门了，快点称赞我。没有人说一顶的，哦，不然怎么？冷顶，冷顶，租冷气真的好贵哦。Feel like another man. 请问在今年的最后一天还能看到我的心情是？很惊喜，很冷静，很冷淡。你这个敷衍的人，不然你要干什么？就说哇，天哪，我真的好想看到 Cindy 啊，哦，这样。哇，wow. ！我们跟莎莎说新年快乐，一二三，新年快乐，拜拜。看一下我自己的影片好了啊啊 ，no no no， 订阅项目。Oh my god！ 哇！各位，我刚刚看到 Plan D 上的新影片嘛，结果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脑粉成就达成。好的，我现在要再次的出门了。那今天呢，我终于不在边缘了，我要去我朋友家吃火锅。那他离我住的地方其实就真的是对街而已，所以我们约了去 Dunkin 买一些食材之后就会去煮火锅啦。所以我带了一个这个 Muji 的购物袋，我们等会见。 I wanna be happy day and night will be alright happy Why you playing with my heart, girl? I'm standing these streets. I ain't playing with these niggas, they be playing with they eat. I've been playing with this check and I ain't standing this Jeep. That I ran it off a Turo, different state, a different week. I've been running up these O's, I've been trying to make it sweet. You counting up my money, rubber band, make it. 而你卻誤會我有些不妥，給我體甜入味，但你手。哎 ，story 是幾秒的？十五秒。新年快乐！我昨天晚上是到我朋友 Bill 家跨年，然后我们最后是看那个五月天的直播演唱会。你们如果也是看五月天的演唱会跨年的话，可以留言在下面，就有种我们一起跨年的感觉。偷偷说，其实我昨天回到家之后又开始看
Netflix， 因为这等这个电视等太久了，所以就是他送来之后，我真的觉得不看对不起自己，导致我昨天看到好像4:30还5点才睡觉吧，然后我今天中午才起床，哇，真的是，我今天给自己做了一个蛮丰盛的早午餐，因为我上次买那个 baked beans 嘛，然后我就把冰箱的培根啊、蛋啊弄一弄。自己组装了一个英式早餐，然后这一杯呢就是我们2021年的第一杯 latte， 那今天这个拉花我觉得还算过得去吧。我在我朋友家，然后从窗外看出去，我想说天哪，才刚跨完年，怎么外面就是几乎是没有灯的，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可能对于就是跨年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What's under the subtle smile? We'll never know.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features. You'll find her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Okay.报告一下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昨天我是跟朋友一起去逛了 IKEA， 然后 MUJI， 然后还有哪里啊？家里还剩下真的最后一点点东西要填够，然后我就终于可以拍 room tour 了。第二件事情呢，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个圣诞树？请大家好好的记住它，因为在拍完这一段之后，我就要把它给收起来了。希望明年可以再相见。对。我本来给自己的期限是12月31号之后就要收起来了，但是我硬是盯到了今天几号。2号，二三不分。今天呢，首先我是早上被那个电铃声给吵醒，为什么呢？因为楼下的管理处说今天有师傅要上来修那个漏水的地方还是什么的。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在香港，还是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在搬进来之前呢，房东就已经有说前房客他们好像擦了一些漂白水还什么的，反正就是墙壁那边有要补的地方。那在我的认知中，维修应该就是来然后把它修好然后就结束了，对不对？但事情不是这样子。首先是先补墙壁，所以就有一个师傅先来看，然后他拍了照之后再约了另外一个时间，有另外一个师傅来去补那个墙壁。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管理处又打电话来说又要约时间。我想说怎么又有东西要维修吗？要做一个防水的处理，又跟我约了一个时间，他们就上来然后拍个照看一下，然后今天早上再上来做防水处理。但是呢，今天做完还不是全部，因为他说要分两天做，所以光是为了这个墙壁，我就要留时间5次。其实现在真的算还好了，因为我很比较多时间 work from home。如果我今天是正常翻工，然后我一个人住家里没有人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要维修怎么办呢？就是要一直请假吗？真的是自己住才体会到修一个东西这么的麻烦。还是因为我住的这个屋苑他们有一定的程序要跑，我也不知道。弄完之后我就出发去公司，因为今天 Boris 在公司拍片。拍完之后我就刚刚再去了一趟 IKEA， 准备要把圣诞树给收起来了嘛。虽然说我买这个 LED 灯其实已经算很亮了，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够，所以我就根据朋友的推荐就买了一个反光灯，就是可以折射那个光线，让整个室内看起来更亮一点。这样东西真的是越买越多，我该不会真的要在这里定居了吧？如果我要定居的话，我真的是二话不说直接冲去领养一只猫先。I've been good this year. Make your list and check it twice. I'll leave you a note right here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lights. Carols and bells, none of them help. I still feel blue. I just wanna fall in love this Christmas.
don't need a fancy watch. You can give the elves a break. Nice. Okay, 我的灯终于弄好了，现在有没有觉得房间稍微亮了一点呢？请跟我说有，好不好？那今天因为是我在2021年拍的第一支影片，不知道会不会是第一个影片上，但是这是我拍的第一支，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五个我在2020年觉得买的最值得买的最好的东西。那这五个呢，其实包罗万象。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 Muji 的 Bean Bag， 等我一下哦，大家看吗？就是它。这个真的是我非常推荐，如果你家里有位置，然后又很喜欢窝在家里的话， amazing。 那当然有很多家具店会卖像这样子我们叫蓝骨头或是 bean bag，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家具这个东西真的还是要自己去试过才会觉得喜不喜欢嘛。因为 bean bag 这东西，我觉得至少在香港啊，你比较少地方是真的有展示，然后你真的可以去试做的。至于价钱方面，我没记错的话，它单买那个 bean bag 是980块港币，然后你要再另外加购它的那个外面的套子。那我整个这样买下来，我记得好像是1200多块港币啊。当然1000多块它不是一个很容易就下手的价钱，但是因为我已经是观望蛮久了，然后也找了很多的店，那比价之后，我觉得其实价格没有到差那么多，但是Muji 你是可以亲自去现场试的。我觉得唯一的缺点是它外面的那个 cover 颜色选择没有那么多，它全部都是很大地色系，然后很 Muji 的颜色。那我另外很喜欢它的一点是，你坐进去之后，它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设计的，但你一坐进去，它就可以马上调整成你身体的形状姿势，就你不会整个陷进去，然后可能还要用一点身体的力气去让自己可以维持在某个姿势，它是真的可以就是让你 hold 在那边，然后很舒服，你在那边看书、聊天，或者就是瘫在那边都很舒服。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买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小家私。不过它的体积是有点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家里有没有空间，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买。第二个东西呢，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那就是我的 Marshalls 的音响。这个呢是我在香港的连卡佛买的，因为我一直很喜欢 Marshall 这种走比较复古路线的设计。当然它也不是真的只靠外表取胜，它本身的音质跟喇叭的效能其实我觉得都真的很不错。我本身买它除了听音乐之外，我也希望它可以符合我家里的整个一个感觉。那我刚好买的这一台是上面是白色的皮，然后搭配玫瑰金的这些按钮啊什么的，一摆上去马上星星眼这边跳出10个星星这样子。我那时候买好像大概是2000块上下，所以它也是一个不便宜的东西。但我觉得其实买东西就是这样子，首先你买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第二是你是真的会很常使用它，那我觉得你买的这个东西就有它的价值。自从买了它之后，我真的是天天都用它在听音乐，然后我可能只要转身看到它在那边，我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好。虽然它的价格也比较高，那如果你最近想要入手一个新的音响，然后又有这个预算的话，我觉得 Marshall 这个是兼具了实力跟美貌这两个要素的一台音响。对，我们先安静3秒钟来赞叹一下它的美丽。再来第三个呢，是我之前有在 IG Story 分享过的，就是我兰蔻的粉底液。我现在总共拥有2罐，但是这个其实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这两个我相信如果有在关注美妆的朋友们都不会陌生，因为这两罐真的太火红了。它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两个其实都是他们的黄牌粉底液，那这一罐是比较持久，然后遮瑕稍微高一点，那这个呢就比较清透，然后比较水润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肌肤是混合，然后夏天偏油冬天偏干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春夏用，那这个是秋冬用就amazing 了。我之前因为皮肤一直是比较混合偏油的，所以我常用的有3款，一个是 Kate 的 Powder Makeup， 就是它上完之后会是一个很漂亮很舒服的雾面质感，然后还有 Fenty 跟 Estee Lauder Double Wear。 但后来发现皮肤越来越容易干之后，我就转用 Lancome， 然后真的是完全瞬间爱上，因为它的妆感除了真的很薄透很贴之外，这一罐真的很持妆，然后这一罐是其实你上妆一段时间之后看起来
都还是会很有光泽感。如果你有用过 Estée Lauder 的 Double Wear， 你应该就会知道那个脸上有一层的感觉是什么，因为那一罐是主打真的很持妆又遮瑕的，所以如果你是皮肤容易出油，然后重要日子需要拍照什么，那我觉得那一罐很 OK。 但如果日常用的话，我真的是今年用到兰蔻真的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盖子没有办法卡紧，就很容易飞掉。你看，那另外一个小提醒是黑罐跟白罐它的色号是不一样的，像我的黑罐是 B02， 那我白罐是 P00。 我刚刚讲的还好吗？我有成为美妆 YouTuber 的潜力吗？好，再来第四个呢，就是我身后的这张沙发了。我很认真的去各大家具行坐过沙发之后，我觉得这一张真的算是很舒服的沙发里面，我觉得价格算比较适中的。这张买下来是3000多，不到4000，对，又是一个破千的家私。但我现在的购物理念就是在我可以负担的范围内，我想要买到真的自己很喜欢，然后很可以真的去使用它，可以享受它的。我真的是常常可以在这边窝一整天，或者是我可能看看影集看什么看一看，我就睡着，直接睡在这边，跟睡在床上一样舒服。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家的，看到吗？小绿。追我的 vlog 一段时间的可能也会经历过我刚刚把它带回家的那段时间。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照顾的植物。其实我以前不喜欢放活的植物在室内，因为我觉得会有虫虫，但是自从我有了小绿之后，我就觉得你的周遭环境有一个绿色的，就是一个 pop of color， 这样子会让整个空间变得没有那么枯燥，然后你看到它也会觉得哦，绿绿的，然后心情很好。这样这个小绿呢，我是真的忘记我花多少钱把它带回来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几百块吧。那以上呢就是五个我在2020年觉得买的非常的值得，然后非常的开心的东西。这些东西当然很多都是一次性的，就不是说好像你会重复再去购买的东西啦。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东西很多，我其实也不否认，我真的觉得我东西越买越多。但是我觉得我买的这些东西如果是能够让我更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生活，那我觉得也很棒啊。但2021年呢，我给自己的期许就是不要再冲动购物了。我2020年有非常多冲动购物的经验，在这边呢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2021年世界可能不一定会变得更好，但是我们可以变得更好，好不好？ And that's about it.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I haven't gotten used to your sense.